左层层关卡，咱俩这个对话。刘雨林在哪儿啊？是我。好，这个对话。我还有两块电池可以换。换室友一会儿换。换上一会儿有利于我再变呢。恭喜你三个全对了哈。可以拿着这个证件。哦。展示一下。你们有妄想症、狂躁症、反社会人格，还有一个人格分裂。我没有，我正常人。齐达，你好好长丑啊！我今天不是 Alex。这你不是啊？要你好好丑，去不丑啊？对啊，所以你放心，我肯定会找死的。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我是这一集的 X。有声音呢，你这是滋滋的声音。